我觉得女生就很懒得去清那个头发，因为我之前你喝过尿尿，你不要跟我们说话。这个也一样脏，好不好？没有资格，好恶哦！你现在都有尿味。之前我那个两个女生室友啊，他们就是在洗澡的时候都不会去清她的头发，然后后面就是变成说那个洗澡的时候，我就发现那个水就排不出去。可是我就是觉得很奇怪，因为里面那个水龙头那个地方，它有几根毛好像刮在那个金属的那个东西上面，好像说很奇怪。我一直用，因为他们就不清嘛，我一直在用那个手指就要他把它拉起来，可是就是拉不起来啊，就觉得很奇怪。我去拿一个什么那个 paper clip 那个东西，就把它勾起来。结果我一拉之后，就是一撮，大概是这么厚的，然后就白白的都粘在一起，超恶心的。就拉起来，大概这样子这么多，臭臭的粘在一起。我想说，那个真的是习惯很不好啊。我们下次去买一个网子放在下面，它就会把所有。我知道，可是刚好我们那个水龙头是不能放网子，它是那个平的那一种。我听不下去，我这亏你说关于头发的东西，怎么样？知道吗？我有一个室友。然后他不只是刮胡子，他也会剪自己的头发，然后全部都是在那个水龙头里面。你的室友不是凯姐吗？就是凯姐，就是他。